这个字认不认识啊？这个字碰巧我认得，每天的美呀。那这个呢？我教你啊，这样左边是一个心，右边呢是一个美，这个字读悔。就是说每天做事多心多疑的人容易后悔。嗯，有道理。造个句吧。我爱小秋，永不后悔。看什么？上课要认真一点啊！这句话，罚抄100遍。那个，你要去厦门多久啊？两个礼拜，我要带一个小分队去锦标。送我的？一个小礼物。这什么？现在不能开哦。你要好好搞事。那你一路平安哦，赶紧去吧，别赶不上飞机了。我会想你的。我也会想你的。不管有多忙，你都要给我宿舍打电话，听到没有？不会的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都要打给我。一定要打给我。好了，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Keep on fighting.